这一节来跟大家分享四念处里面的心念处。心念处，这是四念处的第三个阶段。南北传都有四念处的修法，北传的四念处修法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北传一般所讲的四念处是这样的观念，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观念是不是很理想，因为已经有预设要观的答案在里面，也就是已经有预设立场在里面了。因为观身不净，那个不净它就已经在你所要观的目标里面。观受是苦，把各种受都观到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当然这也是修法的一种。那南传四念处的修法，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属于如实观，所以四念处的修法它是观身如身，观受如受，观心如心，观法如法。它意思就是说，你要观察你这个身，不是说一直把它导向观身不净，而是你的身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你如实的观察，观身如身，如你现在身体的情况去如实的观察。观察觉受也是一样，没有预先预设的立场，而是你呈现出现在呈现出什么样的觉受，你当下如实的去观察。观心如心念处也是一样，你现在当下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如实的去观察。观法如法也是一样，你现在呈现出的法相以及大自然的法则是怎么样，我们如实客观的去观察。那南传修法的四念处在北传佛教里面就是集中在四阿含里面的中阿含，九十八经讲的最清楚、最具体、最详细。所以我们所讲的四念处的修法是从中阿含九十八经摘录出来，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心念处。我现在把中阿含有关心念处这一段念出来，等一下我们来讲解。云何观心如心念处？比丘者，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无欲心知无欲心如真，有慧无慧，有痴无痴，有慧污无慧污，有和有善，有下有高，有小有大，修不修，定不定，有不解脱心知不解脱心如真，有解脱心知解脱心如真。如是比丘，
观内心如心，观外心如心，历练在心，有知有觉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心如心。讲到心念处，在四念处里面，就是这一段最具体。那只有简短的一段，但是它涵盖的范围却很广，而且可以让你修个两三年，你都未必能够真的观察得很清楚。所以《阿含经》它不太容易被一般人所了解，就是因为都是言简意赅，含义都很深，词句却都很简短。因为早期原始佛教，佛陀讲经说法，他是言语讲出来，佛陀本身并没有写任何经典，所有的佛教经典都是佛陀大波涅槃之后，弟子们再陆陆续续的把它编辑出来。所以越早编辑出来的就是越重要，而且可靠性也越高。那因为早期的经典都是靠背诵，早期没有文字，没有一本一本的经典，没有，所以全部都是靠背诵。那一个人的记忆量容量有限，所以背经典都只是背那些重要的词句，尽量越精简越好，所以就形成四波阿含呈现出来的，尤其是杂阿含跟中阿含，尤其是杂阿含都是非常的精简，但是它的含义却是非常的深。那因为太过精简，所以导致后来的人不太容易正确的了解，导致形成很多的误解。所以讲这一段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体会，四部阿含是所有经典的源头源流，四部阿含是所有经典的原始母胎，所有的经典的源头源流都是来自四部阿含的演化衍生。再来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希望大家有耐心好好的深入去研习原始的经典，因为里面真的都是蕴藏佛教的无价珍宝，非常的珍贵，只是都是比较言简意赅，需要您用爱心耐心去深入解读。很多的词句不是用现代的语言文字所去文字上的解读，不是这样，它原来都有很深很正向的含义，只是后人不了解，所以导致产生许多的误解。好，现在我们就来讲解念处经里面的心念处。四念处里面心念处，我现在把它归纳出来，就是我们所要观察的内容，所要着眼的内容就在于有贪无贪，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现在您有没有贪心，有没有嗔心，有没有愚痴之心，有慧无慧，这个是污垢污秽的那个慧，有慧无慧，
是和是善，是下是高，是小是大，有修无修，有定无定，有解脱心无解脱心，你都要清楚的去觉察。简短的三行，但这是所有修行人，你要迈向解脱必须经历的过程，非常重要的过程。所有的正果也都是因为你看到心灵里面多少劫苦而去净化，看你对于十个劫苦你净化了多少而来定你现在正到极果。所以要知道，所谓的修行正果，不是说哦，我现在已经做到第几禅了，我现在入什么样定了，我现在有什么样的觉受了，我现在看到什么光了，看到什么景象了，哦，我已经开悟了，我已经大彻大悟了。这个跟佛陀所讲的解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正确了解佛陀所讲的解脱，真也是真正宇宙实相的解脱，那是在于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些劫苦，那些错误的观念之见，不正确的那些心态，我们到底造见了多少，我们净化了多少。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佛陀讲的正道初果二果三果阿罗汉究竟解脱，那都是看你断除了多少劫苦，也就是你的一根你净化了多少，那些错误的观念之见你看到了多少，净化了多少，你有没有真的身心柔软下来，有没有真正的来到没有贪没有嗔没有愚痴的清净的世界呢？哦，所以你要真正的开启智慧，开悟正果，明心见性，这是必经的过程。你对自己的心如果不清不明，你很难很难开启高等的智慧。你会用染污的心境去看去投射，继续在梦幻的世界里面构筑自己，不知不觉不以为然。好，所以你要来到明心见性，明心那你就要经历过前面明觉的开发，明觉的开发之后再来用这样清楚明觉的心深入去看我们的潜伏的心态，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在我们潜伏心态潜意识里面，我们还有没有贪心，还有没有嗔恨心，我们有没有看不惯的人，有没有包容不了接纳不了的人，有，我们如实反观，如实去净化。如果真的没有，我们也知道我真的没有。但跟大家勉励一点的就是，一般人是看不到觉察不到而已，而不是真正的没有。如果你真正的没有贪，真正的没有嗔，那你是非常高等的大菩萨的心灵品质世界境界。如果你的贪嗔已经很淡薄，至少你已经证到二果的正量了。一般人是有贪有嗔，只是自己有没有看到，或是现在的境界非常好，
没有因缘显现，只是现在没有显现，并不代表没有。所以我常跟学员勉励，你真正的修行正量，那是看你在立缘对境，你的显现，你的呈现，而不是听你怎么讲，听你怎么写。用讲的，用写的，都很容易。理，理上的理，理可顿悟，势必渐修，必须你真正的做到，才算你真正的证悟道。理上的悟，那容易，你理悟之后要来到真正做到，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要走。就像六祖慧能，在五祖那边他已经得到法，而且大彻大悟，问题是五祖还是希望他不要太早出来，因为你现在是理上的悟，你要真正做到才可以出来正式弘法立身。所以六祖就潜修了15年，到40岁才正式出来。那15年就是在历练啊，在让他把他所顿悟到的、所理解到的、所体悟到的那一种境界，在立缘对境来检验，我真的做到了吗？我真的在立缘对境的时候，不管任何境界考验，我真的没有贪心吗？我真的做到没有嗔心吗？我真的能够做到以爱己之心去爱护每个人吗？所以那15年就是在让六祖慧能好好的去历练，你真正做到了，经过沉淀之后真正的做到了，这时候没有贪，没有嗔，没有愚痴，所以就能够真正的正视出来，利益众生。好，所以四念处的修行，就是让我们如实回来净化我们自己。一方面，你用清净的心去看万事万物，你对于宇宙的真理实相，对于三法印，你就会看得越清楚，逐渐能够来到如实观。原始佛法所讲的都是强调如实观，那个观都是来到不带成见，不带任何预设立场，让万事万物真实的呈现，我们不染污，不扭曲，不带预设立场，清清静静的一颗心来看，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看到实相，看到宇宙的运转法则。如果你带有贪，带有嗔，带有预设立场，那你本身你这一片心境，眼镜的那个镜，你这一片心境本身就是个凹凸镜，是个染污带有颜色，带有染污的心境。你这个心境带有凹凸染污，你看出去的世界就随着你这一片心境的凹凸而呈现凹凸。如果你这一片心境是染污的、扭曲的，你也带着这个染污扭曲的心境去看外面，所以你看很多人就会看不顺眼，看很多境界你都看非常的不喜欢，会起嗔心。事实上，那是因为我们带着凹凸的镜在看。如果你透过四念处的修行，让我们这一片心境能够来到又清又明，没有那些凹凸，
没有那些染污，没有那些扭曲。这时候一个清净无染的心，用清净无染的心去看众生，看真理实相，这时候你所看到的就是真正的真理实相。这时候因为你的心清净，所以你看出去，你就会看到真正的净土，真正的极乐世界，那是遍一切处都存在。好，所以我们这一片心境有没有染污，有没有扭曲，有没有凹凸，我们要如实回来看。我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区分，什么是世间法，什么是真正的出世间法。如果我们用种种修行法门，用很多的修行法门，那这些方法有帮助你回来去净化我们这一片心境，有帮助你回来让我们这一片凹凸污染的心境逐渐清净，那这代表你是走在真正的出世间法上面，因为它会让你从颠倒梦想的世界真的醒过来。我们过去带着有贪有嗔凹凸污垢的心境在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也觉察不到，感受不到，所以你总认为外面有问题，别人不对，别人不应该，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所以你就看不到事实上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我们这边心境的问题。所以变成我们解决事情是在表象上，或是在治标，或是只是在一些枝流末节上面下功夫，或是在怪外境怪别人，而没有找到真正的苦因。佛法出世间法就是让大家回来反观净化，自净其意，这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最明显的一个分水岭。如果你有真的脚踏实地的回来净化我们自己，自净其意的话，那你这一片心境就会越来越清越明，那个凹凸度会渐渐的减少。这就是从凡夫位，然后逐渐迈向正道出国、二国、三国所界定的。从凡夫位迈向正道出国，你要断除三个劫缚，身见劫、疑劫、戒禁取劫。你要正道二国的话，贪嗔要淡薄，也就是说你原来的这些贪嗔你如实的去看到，然后已经净化了一大半，剩下一些余习，还会有一些贪嗔，但是它已经净化了一大半。所以除了断前面出果的三个劫之外，然后贪嗔渐渐淡薄，这时候就来到称为所谓正道二国。那正道三国是身见、身见劫、疑劫、戒禁取劫，这三个劫出果的时候就要断。贪嗔是在二国的时候断除一半，到三国的时候贪嗔这两个劫缚都要断除。所以正道三国是断除五个劫缚，后面还有五上分劫，那是三国迈向四国所要断除的，那又是更深更维系的。只要你继续深入用功，深入的净化，你就有可能把那五上分劫也断除。
哦，当你十个劫苦全部通通断除，这时候你就会来到真正的远离颠倒梦想，哦，所谓的解脱自在的世界。这时候自然的就是慈悲心跟智慧悲智双运来导驾慈航，协助众生处理苦海，那都是很自然的呈现，一点都不假造作，哦。所以我们要了解生念处就是让我们如实回来反观检验我们心灵深层里面还有没有贪心，还有没有嗔心，有我如实承认如实面对，我愿意去净化，配合事正勤，该断我就要断。不好的习气习性以前没照见那不用说，现在有照见了，好，该断我就要断，哦。那该有的那些善心慈悲心明觉，如果我还不够的话，还没升起或是还不够，那善法该生该增长就要让它增长。所以修行是要配合事正勤，该断要断，该提起就要提起，你要有魄力，哦。如果你没有透过明觉的开发，你要看到深层潜意识里面的种种劫苦，那是很难很难。有时候你只是会表面上承认，有啊，我有贪啊，我有嗔啊，但是你不容易真正心服口服来承认自己，哦。那你要真正的承认自己，必须不是只是头脑上面的承认了，而是你真的心深入去看到，确实我现在还有贪心，我现在还有嗔心。当你能够看到能够承认，那就好办。我愿意接受自己的脸黑，我愿意接受自己的丑陋，我宁愿真的丑不要假的美，我愿意做个真人。这时候你的生命整个品质就不一样，但是你要来到这个关卡，真的是需要有大丈夫的气魄。大丈夫的气魄，这是一个形容，没有男女相之别，哦，而是你真的要如实面对自己，接受自己的脸黑，接受自己的丑陋，真的是需要有魄力，有勇气。不然的话，你会脱逃，会不敢承认，不敢看，哦。为什么原始佛法《阿含经》能够真正深入相应的比较少，就是因为它不是安慰剂，它是照妖镜，是要让我们如实面对我们自己。所以一般人如果你还没准备好的话，我不要啊，我也不敢照啊，也不想深，也不敢深入啊。但是你还是会继续许多的冲动不安。当你苦吃够，你人生历练够，这时候你还是会回来，我还是要回来如实面对自己，找出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你的人生历练够，这时候你会愿意，好，我要静下来检讨反省真正的原因出在哪里，这时候你会愿意如实去面对自己，所以就好办了，哦。所以心念处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深入你的深层心灵里面，如实面对自己，如实去反观，看我现在有贪无贪，有嗔无嗔，有没有愚痴啊，有没有秽污，有没有染污，我有没有在扭曲事实，我有没有在搬弄是非，我有没有在展现我慢，我有没有在鞠躬展现我很行我很能，我有没有在心量狭窄排斥别人，我的心现在是有自卑心吗？还是有共高我慢之心呢？我要如实去反观，如实去承认，有我们就如实接受，没有我们也如实清楚的知道了解接受，有则改之啊，无则免之啊。哦，我的心现在是和还是善？也就是说，我要去看到我的心现在是很散乱、很吊儿郎当，还是现在是很统合、很和谐？现在是很专心，你都要清楚去觉察，是高是下啊？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有没有自卑的心？有没有那种当乞丐的心？我现在有没有一直在把自己打为次等人民的心？还是我现在的心是产生高傲、我慢、共高我慢，有没有呢？这个都是要如实回来反观反省啊。是下是高是小是大，我的心量现在是狭窄还是无比的宽大？我们要去反观。当然你要真的能够做这样如实的反观，这个也是需要你要有前面正知正见的文思基础。如果你的文思基础不够，你要去反观这些不容易，不容易哦。因为什么是自卑，什么是我慢，那个不是一般你了解的名词这样的一个内容而已啊，那是含有很深的蕴含哦。所以有深厚的文思基础，那你就可以解行合一，很深入的去看，这时候您开发的智慧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哦。好，包括说是小是大，这就是真正的我现在的心量是狭窄呢还是宽大。北传地区常常会提到大乘小乘、大圣小圣，那我现在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点的就是，通常我们一般人认为说我读的这是大乘经典，那我就是大乘人，而且很容易我们就把那些不是学习我们这些经典的人，他们就是小乘人，那很习以为常的把南传地区的佛教界佛教徒认为他们是小乘人。事实上容我讲真话，这是非常错误的界定，这是完全不正确的界定。大小乘不是这样区分的，在佛教历史上，原始佛法佛陀讲经说法时期，并没有所谓的大小乘之争，
没有所谓的大小乘之别。佛陀讲经说法是这样下来，你悟性高的人，你体悟就深；你悟性小的人，你体悟就比较浅比较小。你心量大的人，你悟性又高，你体悟了之后，你展现出来的自然就是大慈大悲弘法利生。你悟性比较小的人，你展现出来的就是比较在自我，比较保护自我。这是每个人的悟性的问题。所以佛陀是平等的讲出各种无上甚深微妙法，然后看每个人的不同的悟性，每个人不同的发心，就这样。好，所以在原始佛法里面并没有所谓这个是大乘派啊，这个是小乘派，没有这样的区分。好，导致在后来的佛教历史演变中才渐渐的有这样的区分。但我要跟大家勉励的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没有心外的大小乘，只有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大乘之人，我们界定别人为小乘人，这里面有没有我慢？这里面就是含有我慢，含有贬低别人、瞧不起别人之心。这里面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当下是什么样的心态。那真正的大小乘不是去界定别人，每个人他要怎么样展现有他的因缘。真正的大小乘是看我们自己，我现在的心量，我现在的心量如果是非常的宽广宽大，你的度量很宽大，包容量很宽大，你当下你就是真正的大乘的人。如果我的心量己高人大，己高人小，己高人低，己大人小，己优人劣，我的心量一直在排斥别人，我的心量瞧不起别人，那这样的话，我们本身的心量就很狭窄，容纳不了异己，排斥异己，排斥跟我不同宗派，不同跟我不同的宗派，我就排斥，认为我这个宗派才是最好、最高、最究竟，那别人的宗派不够究竟，或是认为我这个宗派、我这个宗教才是真正的正法，那其他的宗派是邪魔外道，其他的宗教是邪魔外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严格讲，这是我们不断的在起很多的虚妄分别。那这些对我们心灵的净化，对我们心灵的统合，没有什么帮助。这样的话，就会如同太虚大师讲过一句话，很多人变成是口说大乘经，心是小乘行。哎，太虚大师很敢讲，他如实的讲出，因为他这是他看到的实相啊。你嘴巴在讲说我们是大乘，但是展现出来的却是在排斥异己，排斥跟自己不同的人，观念思想不同的人，或是一直标榜自己是多么高多么优秀，然后瞧不起别人。像这样的话，真的这就是实质展现出来的，就是口说自己是大乘，而展现出来的心量你包容不了异己，也就是心量的狭窄。当我们在展现心量狭窄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本身就是实在的小乘人。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可以了解吗？所
所以要知道，大小乘不是去界定别人，心量的大小不是去界定别人。当你在界定别人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展现我慢，我们看不到。当我们在界定别人的时候，引起二元对立，引起冲突，制造更多的冲突，制造更多的苦因，我们自己觉察不到。所以大家来听闻正法，大家来修出世间，修解脱道，那就是要把那些观念之间，重新回来调整校正。原来大小乘不是去界定别人，而是要回来看我的心量，我现在是广大的心量还是狭窄的心量，我现在能够包容异己，甚至没有人我之分，真的用爱己之心去爱护每个人，这时候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实质的大乘的人，也就是真正的菩萨的心灵品质，真正菩萨的智慧，真正大菩萨的德行。那当你真正心量广大的时候，你绝不会去瞧不起任何人，你绝不会去贬低瞧不起任何人。就好像说，有一天你读书读到大学到博士毕业，我已经读到大学博士毕业，你会瞧不起那些现在在读幼稚园读国小的小孩子吗？如果你读到大学毕业读到研究所博士毕业之后，你瞧不起那些现在还在读幼稚园读国小的人，那代表你这些书也是白读啊，你没有真正开启智慧啊，你是在增长我慢啊。那只要你是心态 健全，观念之见正确的话，我们现在今天读到大学读到博士，我们看现在小孩子嘛，他们现在在读幼稚园非常好，读国小的儿童非常好，他们是未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啊，你不会瞧不起别人啊。所以我们有正确的观念之见之后，你绝对不会把认为自己很高尚然后瞧不起别人，因为在我们瞧不起别人的心态里面，把自己界定为高尚，把别人界定为那个卑贱的时候，我们本身就是很严重的在展现嗔心，展现我慢，那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种劫缚。如果我们没有去看到的话，我们常常处处在跟众生结恶缘，制造冲突对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就是苦海。今天我们真的要出世间，就是要处理苦海。你要处理苦海，就是要回来看到，原来我有很多不正确的观念，原来我有很多不正确的知见，不正确的心态。那这些呢，心念处它的勇猛，就是我们回来如实去看，如实去反观，去净化。你真正能够这样净化之后，你的心就会来到真的心的清净。你没有如实回来反观，那你只是用某种方法、某种法门一门深入，这样只是在治标，只是在石头压草，只是在吃安慰剂，在吃麻醉剂。如果你还没有如实回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的话，那我们都还只是在外围绕。所以要知道，苦海
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有很多不正确的观念之间种种结伏，用这些错误的方程式在运作，导致产生错误的结果出来。那因为自己看不到，不觉得我们自己有问题，所以常常处在不知不觉不以为然。因为觉察不到自己有问题，所以当别人跟我们讲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承认。我觉得我没有错啊，我完全是为别人好啊，我完全是为谁好啊，哦，所以一般人很容易就是把自己认为自己就是正人君子啊，看别人就是看不惯，看别人不顺眼，觉得别人不对，觉得别人不应该。那我跟你讲是为你好，你还不知好歹，你还不知感恩，还骂我，还反扑，还嗔恨。所以世间的冲突对立就没完没了。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会常常有口角，常常有冲突，也都是根本原因就在此。亲子之间，孩子被你爱得很痛苦，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看到我们在爱孩子的表现方式心态有问题。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智慧的那一种大爱，我跟你讲，孩子感受到的爱是很温暖很温馨的，他绝不会叛逆，绝不会在那里让你爱得愁眉苦脸。所以昨天有跟大家分享到，逆境是天使是在帮助我们校正，哦，所以像这些心态，我们的心态正常还是不正常，我们的心态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正确还是错误，除了我们在禅修期间我们要如实回来反观净化沉淀之外，再来力缘对境的时候，那是更好的修行场所。但是如果你没有禅修环境让你好好沉淀净化，没有这些基础功夫，没有开发明觉的话，那你力缘对境你是看不到的，而且你也很难懂得去把握当下的因缘来反观来净化。当你有了正知正见，有了禅修的基础，开发明觉，懂得反观，懂得净化自我，懂得这些要领之后，好，等到我们禅修结束，你要在道场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单位里面，不管你到哪里，你都可以借镜来反观来净化。不只是保持明觉而已哦，你还能够真正透过各种境界来反观来净化。比如说你是单位里面的主管，以前你常会跟上司或是跟属下有冲突，那上司或是属下常常会不愉悦的脸心情脸相呈现出来。以前我们总是认为别人不对，现在当你懂得明觉又反观